第三个礼拜啦，效果非常之好啊！菜心同埋油麦菜，呢个系一个菜心，一个油麦菜。系啊，一个就系矮瓜同埋茄子。一个油麦菜同菜心个位置系啦，跟住嗰个就系茄子同埋青瓜。茄子青瓜。系啊。啱啱淋完水啦。加咗支乾喺度，吊住个 CD 我嚟防止啲着料嚟食。好啦，加咗啲 CD 做呢一个防止啲雀仔嚟食啊！而家淋咗水，所以啲菜咧就塌咗啦。又加咗啲堆肥落去啦。呢盆香草咧，就两个礼拜嘅情况都好似冇乜嘢动，都系一样冇反应。但系人哋隔篱嗰啲有啲都起咗少少苗啦，希望迟啲有少少嘢睇下啦。